的小猫咪不要吃蟑螂啊。我家还有更好吃的食物啊，来吧，我带你回家。是不是很好吃啊？这可是大家都说很好吃的猫罐头，可不是那种大家说很好吃然后吃完了觉得还好，而是真的吃完会觉得很好吃的那种好吃的猫罐头。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宝宝了。喵。某日开关是在哪里勒？公子，纯恶魔500，优雅1000，但是很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今天都免费哦，来吧。该是我报恩的时候了。SOD 都是真的。公子，你的肩膀好硬哦。不可以这样，我妈妈看到会骂我的。哎呦，今天你没有妈妈，今天你只有我啦。嘎嘎嘎。猫的手闲闲，等等，猫在这，那躺在我旁边的是？难道说？是蟑螂，不会是蟑螂，我没有蟑螂，螳螂就是我的啦！这一个故事就叫做恐怖耳机吧，我想。妈的，国民党党部那只快龙真是太强了。对啊，妈的，好了啦，加班弄一弄，赶快回家吧。好了，哎，怎么弄都弄不死，干鸡巴。小啦，没有，我跟你借笔啦。那个，我觉得我的笔不好用，冲啊，你的笔比较好用，因为我觉得你笔比较硬，用起来比较好。跟你的笔色，冲啊，人家喜欢蓝色，讨厌。耳机要插好啊，各位。四头，这管是谁放屁啊？我哪知道？屁！怎么不是你放的？汤马斯在秘密空间放屁，真是很没品的，知道好不好？怎么？不是我吧？真是我放的哦，理解我理解，味道还蛮浓的。嘟嘟真心是从来没有说过话嘛。走，妈的，死鬼敢背着我偷吃，把你鸡鸡剁掉拿去喂狗！啪嗒，他妈的抓到了哈！跟我说去买面包，没有朋友吃海鲜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男人！可是我对海鲜过敏了，臭鸟蛋，我还是要买面包啊！臭鸟蛋，臭鸟蛋，臭鸟蛋！哎呀，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你是扮女装哦？你居然跟鬼私通！你把鬼私通到哪里？鬼私通到哪里？你他妈开房间还撒樱花？你是你鬼私通哪个？神奇宝贝，他被我狼给怕跑，赞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